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微报，我是龙二。小米 Mix 3发布之后，有赞赏，同时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。滑盖的设计，正面的屏占比变得更高，但与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缝隙磨损和使用寿命。有人吐槽缝隙太大，也有人抱怨缝隙太紧，磨损严重。那关于小米 Mix 3的滑轨，小米也发表了一些官方的看法。其表示，小米 Mix 3采用了创新的大加小双滑轨结构，在手机上部主板区域添加了一组居中排列的小滑轨，严格控制滑盖间隙的缝隙，滑动更牢固，体验自然也更好。不过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，目前手机刚刚上市，具体怎么样还有待时间的考验。另外，荣耀也即将在明天发布旗下首款滑屏手机，与小米 Mix 3不同，其采用了自主研发的蝶式五轨滑屏结构，其中四段滑轨为上下互相嵌套模式，既提升整机强度，又让元件间衔接更加紧密。第五轨微型辅助滑轨的加入，确保整机的贴合密度和顺滑体验。具体的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，目前还不好说，坐等明天的真机吧。那说到明天即将要发布的新机荣耀 Magic 2， 今天鲁大师就已经提前放出了该机的具体参数和跑分信息。可以看到，在配置上，荣耀 Magic 2使用了一块分辨率为2340×1080的 AMOLED 显示屏，屏幕比例为19:5:9，搭载麒麟980处理器，提供 6GB 或 8GB 的运存，以及 128GB 的存储空间，运行安卓 9.0 系统。此外，从此前放出的消息来看，该机还将支持屏幕指纹识别。而在跑分上，荣耀 Magic 2的鲁大师综合成绩达到了307171分，其中 CPU 部分得到了116176分 ，GPU 则是得到了118392分。整体来说，也是顶级的配置了。该机将在明晚正式发布，感兴趣小伙伴不妨关注一下。北京时间今晚10点，苹果新品发布会即将如期召开，网上也已经爆出了新款 iPad Pro 的保护套渲染图，整体与此前曝光的基本一致。另外，从之前的消息来看，在发布会后，苹果将推送 iOS 12.1 的正式版。不过现在有网友制作了一组他预想中的 iOS 13概念视频，可以看到在视频中 iOS 13搭载了全新的暗黑模式，同时还加入了单独的应用锁功能，可以单独对 APP 进行锁定，以更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。当然了，在多任务方面也做出了更新，应用可以以小窗的形式是运行在其他界面上。另外就是息屏显示功能，其实上述的功能在安卓手机上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但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都还只是一个概念，苹果啥时候推出或者说会不会推出都还是个未知数，大家只能耐心的期待一下咯。那就在苹果即将举行新品发布会之际，网上却传出了一些别的声音。苹果前 CEO 怼库克称他把苹果变成了 LV、迪奥这样的奢侈品。他认为苹果是一家很棒的公司，库克在建立股东价值方面做得很棒，但却没有把技术创新放在最高优先级，倒是把苹果成功的做成了一个奢侈品牌，尤其是在 iPhone 业务方面。苹果只拥有了大概15%的市场份额，但却占全球所有智能手机利润的90%左右。他表示，虽然目前苹果依然活得很好，但不排除未来5年内被竞争者超越。各位觉得他说的在理吗？昨晚一加正式在海外发布了全新的一加 6T 手机，相较于上代的一加 6， 一加 6T 正面换用了一块 6.41 英寸的水滴屏，屏幕分辨率为2340×1080。在屏幕中，一加 6T 还加入了光感屏幕指纹识别，不仅支持手机的解锁，同时还支持一键支付、一键追剧等功能。而在配置方面，一加 6T 继续沿用了上一代的骁龙845处理器，配备最高 8GB 的运存以及 256GB 的存储空间，前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，后置1600万加2000万像素的 AI 双摄，同时加入了城市超级夜景功能，配合各种牛掰的自研算法，将带来更加优秀的夜景表现。该机在海外的价格定在$549起售，约合人民币3822元起，国行版将于11月5日在深圳正式发布，相信价格会有明显的下探，喜欢的朋友准备好银子购买吧。相信喜欢锤子手机的用户都一直在期待下一代的 T 系列何时发布。今天就有网友在微博上喊话罗永浩，期待锤子能推出 Smartisan T3， 就算是个复刻版，把硬件升级，市场也肯定会买账。对此，罗永浩给出了正面的回应。老罗表示， T 系列是一个为了追求设计的完美，不惜牺牲一部分功能的极端产品，血淋淋的两代试验证明完全不符合国情，以后应该永远都不会有了。所以还在等 T3 的小伙伴真的可以洗洗睡了。另外，关于即将在成都举办的新品发布会，老罗也透露了一些消息。老罗表示，在本次发布会上，锤子将带来3款新品，而且这其中是有手机的。不过据我了解，老罗口中的这款新机貌似只是一款现有机型的全新配色而已，并非全新的产品。当然了，事实到底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坐等发布会来揭晓吧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扫码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